春潮期间也比原来好到两三倍，原来的最火爆的时候排队是排到那个饮水机，现在呢已经排到后头屋了。中城镇现在有17家牛排店，春潮期间，我们现在中城镇每天的牛的供应量是近40头，每天的营业额达到50万，3天达到150万，这是平常我们正常营业额的8到10倍啊。还有我们中城牛市，6到9月份是属于我们牛市的淡季，每场我们的牛大约就是有200头左右，现在能够增加到300到400头。每场的成交额能够达到了300多万，这也是春超这个超经济带给我们镇里面牛市和牛排店的一个火爆的一个现象。